下开钱，请大头即马改身躯顶的人面流配嘴烂，总算将流个独占掉。另外一边边，派新拨转忏悔，得到大头即马个一块原谅，搁再一摆向观音妈求了囝。想袂到，却因为几百块银，竟然派新兴搁压起来，想要还赶快有新的阿玉个。求灵签卜下卦，签下卦命，卜卦兼算命。囡仔来卜好运气，老伙仔来卜食百字，少年来卜予你风度台顶万事拢顺时。姑娘啊，稍等，稍等。照你这面上爱看个吼，惨啊啦！你那卡面有查某？夭寿嘞！本矿里都还袂过，对来翁，你莫真偷客遐笑。哎，你人遐闹大个，你哦应当发光嘞。哎，近来找有意思哦！你讲我印堂发光哦？啊，无你是咧切我光头是无？切我秃头是无？算命吹好你，想介绍恁爸你电话哦。华生，行李拍走吼。安怎？你要来看我的笑话？哎呦，恁来讲安尼，阮是要帮你赚一条细条的啦。生恁啊！你也不敢安尼讲来讲去哦，拢是自个害的。那不是伊家先过食去，你嘛白户口也挂出来，啊变到这尔落魄，直接替人算命。那无，咱互相斗相共好无？还是不要斗相共啊？我有啥物好处啊？我即马手头确实是无钱啦，不过阮老母讲，啥若是会当生查甫的，伊就互相300块。卡出那是细查甫的毛一把，我爱你和阿幺阿老体，和等一个因兜摕袂着钱，到时阵我若是得到阿母遐个钱，我才分予你三成。夭寿哦，为着钱要害人老体哦，阿玉啊吼，还大生大命嘞，甲看是着伊生啊，阿来老体哦，有可能一死两命嘞。要做唔做随在你啦。看你是要爱钱，还是你的良心？好哦，再见。良心这件事值偌济钱啊？小等下，我是伫当时讲唔做啦。也唔过哦，你都要摕着阿玉啊的货，啊，各位随身的物件，安尼我唔做当做法。这无问题，交予阮处理就好啊。伊借我手机呐！哎呦，你来叫你无细字啦！嗯，啊，你笑啥？啊，我昨天切豆腐的时阵，无小心去切着。讲我，你唔才无细字。啊好啊啦，卖算啊啦！我先把这囡仔提来洗洗，再还花子。哦，嗯，一块啊！哎呦，啊，你切受伤哦！哎，来切豆腐哦，无说你去切着啦。花红，恁来啦。哦，新做的口味的饼，食看卖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我来了阁真拄啊好，迄条粉红啊色的手巾啊，一看到知影是阿玉的，顶头还阁有灰。阿玉啊，哇，你这条手巾啊真水呢。哇吼，足早之前就想要爱有一条这款的啦，敢买送我？哦，花红啊，想袂到你堂堂一个男子汉。够少女心哦，哈！会介意粉红啊色的手巾啊？哦，我知，一定是阿转两箱车，甲你压落底，才让你变作查某体哦，哈！唔是啦，是啊是啦，哎，唔通讲出去呢？袂啦，卖讲兄弟哦，无照顾，一条手巾是值偌侪钱来？哎，跟后悔我袂说咧。无要紧，我在底下家己说，多谢啊！哎呦！嘿，阿姊的物件你嘛乌白送人。人其身，人其灵，书房写信听我灵，听闻教父速速交大钱。来，物件好啊。是啦，这条手机啊是阿玉的，顶头够优惠。天青青，地灵灵，书房写信听我灵。怕你阿玉乌嘴，怕你水，怕你目睭尖一蕊，怕你脚掌捏大腿。嘿，来，你好。等下，先生啊，这个阿幺无完寿，拍无我凶，我来拍。完寿人拍会较严重。来，今摆我念一句，对我念一句。
好。柯家，怕你阿哥小人头，怕你嘴歪小人头，怕你嘴歪变大只狗，怕乎你嘴歪变大只狗，怕你嘴歪小人头，怕乎你老人家笨狗，怕你，怕乎你白脚变白脚。先生啊，你到底是会晓还是不会晓？哪会拢拍到阮翁啦？唔好有这代志嘞。对啦，刘家手囡仔是这货，唔是阿玉的啦。啊，所以讲苏红下联哦，找无对象，啊，才会哦倒大倒等于鞋的主人。这不怪哦，我无看过阿玉啊用这个手囡仔。你哦，怕是应该啦，想过你又办无好事，这看起来哦，也是爱我真心出马才会用的。阿玉啊，你休困一下啦，啊，排一间档哦，一定真忝真重，哎呀，起啊坐啦。哎呦，啊，我今日是切一个豆腐尔，想要忝啥啦？我来做就好啊。一个，阿玉啊，我来买豆腐啦。我来切啊。一个，我来啦，我切较大块给你。对啊，阿瑶啊，我听辉煌讲，昨昏你送伊一条手巾啊。辉煌跟你讲啊，免客气啦，迄条手巾啊哦，唔是阿瑶的，迄是我昨昏老鼻腔花哦，我阿姐借我切的啦。原来手巾啊是宝林的，花是一颗的，莫怪啊，发誓会失败。阿瑶啊，我家己切哦，较大滴啦。哎呦，阿端啊，你哪个无细腻啦？哎呦，我这无。是嘞啦，是嘞啦，我唔是调侃你啦。阿端啊，你哦，哎，大红大正啊，做代志个。阿端，不要紧啦。哎，这楼啊，我直接转去啊，我得去有师傅搬开来遮行李啦。好，免啦。哎，这是应该的啦，一可，今天阿瑶啊，包邮啊，我先来去啊。阿端，阿端，阿端。实在是，给我看嘛。物件嘞？伫遮。啊，这摆确定是？我确定，这哦是阿幺切豆腐的刀啊，啊顶悬啊搁伊的血，这边哦绝对袂出错，因为这是我亲手割的，一定哦爱让伊老体。好，安尼你就照我拄仔该教，你知无？好。我阿专一错再错，会引来什么款的祸端呢？错又开始你，是错又开始你，错又开始你，错又错又。今摆你就来这啊！在一口引导的处哦，加速阿嬷催眠的速度。刚本是随便做人老母啊，凡事爱计较阿专，竟然为了大佬只买几百块银，安尼心胸手辣，要来害死阿玉介巴肚底囡仔，伊私心敢真正当换到伊要爱的物件呢？阿嬷随便来讨命，阿玉敢真正会砍的？糟了，糟了，阿妈过来了！哎呦，你先坐。引外苗来，引外苗来！你想干啥？我不想干娘造了！哎呦，哎呦，你想干娘造了？哎呀，糟了！哎呀，哪里了？你敢记我哈？
阿佑，阿佑，是哥啊！啊，你今日哦，无去做生理，啊，是安怎哟？我就知影，就是要出事的，所以今麦看到阿幺大巴肚，才会生气，要来报仇的。你是咧讲啥啦？甲阿幺什么代志？唉，讲起来吼，迄个囡仔嘛死了真无辜，所以吼，唔只唔甘愿啦。辉宏啊，今麦代志还袂捂清楚，你莫有白想啦。一可呀，阿无我先搬转来住，加一个人嘛加一个脚手啊，我通好照顾阿娇啊啦。那嘛好了，阿母真多谢你啦。阿幺，你拢无食饭，我去煮食饭哈。志康，志康，我买鱼啊，来给阿幺直播啦。看伊安尼哦，我真做唔甘的。阿幺，鱼啊，做表姐，阿幺。哎呦，变啊！先卖管遮济啦，一口啊！你着先甲阿娇带转才讲啊！哎呦，你个真神啦！哎呦，哎呦！天公伯啊，你才拄好有我好命尔，今晚咱咪换一部阿娇啊啦！哎呦，大头子嘛，你先卖烦恼啦，一定会当解决啦，你先来跟他讲啊，吼！哎呦，不要紧嘛，哎呦，阿娇啊，好啦，对啊，都无代志啊，吼！哎呦，啊，恁阿娇啊是安怎啦？在咧学阿舅啦，哎，这无对当哦。以我专业的眼光甲看过哦，伊是去刷着，哎，这下食烂了。志康啊，莫听伊自己嘴胡乱，顶下就是去互骗去。我看哦，咱若是甲阿舅带来海公宫哦，问看嘛，我才安心啦。哼，要是唔是由在恁啦，不过哦，我好心啦，免费送恁两句话啦。四片帮哦，就先传路边啦。啊！若要穿两副吼，嘛无嫌多啦。你先去找某囝，一定来哦，一定变啊无代志啊。哎呦，阿麦彩云吼，阿麦彩云吼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好尴尬，是不是？啊！你去公交，阿别来甲飞哦，尴尬。现在在哪里了？一点闹天！当着太气，强加的难产，婴仔甲伊。阿姐，你讲，你讲啊！婴仔甲伊，会一死两命。为的是新鲜人救无命客啊！阿嬷作怪，阿玉随便一死两命啊！一块的，敢无法度能救母子呢？一块，太武功。
阿娇当着太气，强加的难产，因哪甲伊？阿姐，你紧讲啊！你紧讲啊！因哪甲伊？会一死两命。囡仔要倒来报仇啊啦！阿全，今麦阿娇我伫咧生死关头，你讲这要创啥？阿母啊，先莫生气啦。阿母嘛是真关心阿彪啊。阿哥再讲，阿母若毋是大夫，我嘛无法度啊。阿尤平是，阿尤平当是，阿尤。志康，志康，你那个娘子啊，在我今麦里内面想办法，你个娘子。我是要抓你的钱，还有跟我囡仔在房间内底，我有可能无同意抓一面的。你想？你卖啦，志刚，志刚呀，无林讲了对啦，即马台湾天干球，你若入面地下搬手，台湾是要哪个救啦？志刚，志刚。我要去怪妈，阿姐怪妈保庇阿瑶，会当躲过一劫。大老姐嘛，我紧倒来帮你看下。怪你妈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你一定要保庇我阿瑶，平安无代志。怪你妈，我求你。求怪你妈敢有效？若是阿瑶啊，安尼就死啊。以后阿母的钱就拢是我的啊！我绝对袂当让志科救阿瑶啊！我求你，喂阿妈，你去倒去看卖，看志科那是当扫工的所在哦。加一个人，加一个脚手，紧的啦，紧的。哦，好啦，我即马就来去啦吼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乖妈。只要阿玉无代志，我愿意做任何代志来还愿。就算是爱用我的命来换阿玉的平安，我拢愿意，我拢愿意。我求你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乖妈，我拜托你，你救伊，你救伊啊！哎，志康。乖妈，你先起来，再讲讲。你救阿瑶甲囡仔，唔免以你的命来换。要唔过阿瑶即马确实危险。乖妈，我求你，我请你救阿瑶啊！伊是一个好人，我求你啦。阿瑶是阿嬷之生，你若想要救伊，就要先解除阿嬷的怨恨。阿嬷是受着36道挂事。你甘愿意代替阿娇受这36道之刑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啊，不过阿娇阿婆去得罪什么阿嬷啊？我嘛无太阿。这件代志担保着阿娇的命才阁讲。即马你先随我来内殿。好。阮祖会将阿嬷的怨气转去你的身躯顶，予你承受这36道之刑，减轻阿瑶的痛苦。你若是承受袂了，离开这位，阿瑶就会有危险。你知影无？是，不管有偌大的痛苦，我拢会去承受。
俗语讲爱某为某苦，某某双脚翘拐骨。观音妈慈悲要来解受婚，不过一个月需要承受36度的折磨，伊敢花多化解阿嬷的怨念呢？阿勇的两母仔敢真正会当度过这个世界？当今社会，真侪人精神压力大，未晓通排解。进前道信徒带家属来海公教，要求观音个医治，观音都叫伊逐天来听经。少年人吼，还是现代人压力比较大，暗时有诶是无好困，后来诊断出来可能有一些精神上面的问题，他就会来家拜拜吼，就直接看着观世音，听着这个诵经团在诵经，心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平静，他不会叫你惊吓，还是讲就欢乐诶，暗时我会别绑着我们的神尊这样子，我想这是一个精神上面的寄托啦。啊，一个月以后哦，我阁回去检查，拢无代志啊。这位民众因为一直在庙听经，漂浮不定的心神嘛，豆豆平静啊，也嘛较袂乱想，尾也嘛加做海公宫的信徒。俗语讲，一生人唔值得一钱生囝，观音慈悲，过一摆预言，不晓是不被救助，如为天罗暗河，不晓是不敢会当降哦，体会观音话跟我相依呢。风筝的发出是声音啊！观音现在派来寒干上主，你甲不孝新妇生到同名，敢不是同一个人？观音上主对象不过是谁呢？下礼拜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四川台湾》，阿罗道上主观音。